包吃好吃吧，这个要热，包吃好吃吧。啊，儿子是要热，给他吃完热吃。没关系，吃的。热吃就好。过来抓到是。给他，我这抓到。过来抓到来吃。嗯。给俺娃吃一口，喊上给我吃了。啊，给他说双鞋子就吃，就是那个咱可是不和他的叫，他现在他不吃。哈哈。他这一天抓到半个，不是也吃了？可以吃饱了。嗯，我这。 我才认识个，我在这边，我到姐姐，我他爸爸，我妈妈，我说说，啊，做的好，他一不是干啥，他啥就干啥的。哦，家都是人，人吃大的，我吃这个早餐，吃，进去了，这是呢，我做去了，嗯，这个是吃一下。 这汤爪就是热，再吃一下。大不了，吃了再吃啊。再吃块，我吃下瓜。瓜不吃。不，我吃一个。不吃也吃，反正就是啥都行，我觉得我。